好了，赶快回来，回家好了，不要再逛了。连客运站都可以快捷，快捷客运了，都可以速快，这么快哦！马上印章。我现在在劳保局，怎么会有这种声音？这种声音都是写，怎么会有这种声音？阅读让一切成为可能。这个不错哦。阅读，台湾最美的风景。阅读让我潜力出击。这个，阅读让我勇往直前。阅读让我全神贯注。阅读让我专注目标。阅读。让我举起梦想，阅读让我勇敢追梦，阅读让我突破极限，阅读让我充满力量，阅读透过阅读探索精彩无限的路，打开书本，开启遥望世界的窗，跟你们合照，让我能够跟你们一样年轻有活力，阿弥陀佛。